好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现象，譬如说，你拿一个木头点了火，烧了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它会变成灰。啊，它会变成灰，对不对？碳好，木头拿去燃烧，木炭会变成灰。对不对？会变成时间，会变白白的。会变时间什么意思？哎，好呀，谢谢你啊。这整个过程这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化学的反应。那我们上次在一开始讨论物质的时候，我们讲说，化学反应跟物理，化学变化跟物理变化怎么不一样？哎，就像你把地瓜砸碎，又把地瓜搞熟，还是一样的。化学变化跟物理变化怎么不一样？什么是物理变化？什么化学变化？物理变化就是，我把一颗，一颗把一颗蛋给爆，把一颗蛋给摔爆了，就是物理变化。物理变化，它本质没有改变，它是苹果被我掰开成两半，就是。我把蛋砸烂就是物理变化。我把蛋砸烂了也是物理变化。我把它煮熟就是化学。我把它煮熟就变化学，然后它整本身。整个成分跟它的本质已经改变了。我把水拿去结冰是什么？物理变化，水还是水，它是变成固态。你在水里面加糖变化学。把什么？你在水里面加糖变化学。加糖会变化学吗？还是可以分离的。还是可以分离，没有错。分离才对。所以那还是物理变化。烂气嘛。所以你只要能够，你只要用一些物理方法把它分离的，都可以是物理变化。好吧，那什么化学变化？那我在水里面加一些不能分离的东西，比如说颜料。颜料不能分离吗？不能。你加颜料就可以分离，你把水拿去蒸发，它直接变成颜料。颜料会消失啊？不会，颜料不见得消失啊。你可以控制温度，让颜料留下来。不是，如果你说你加水，然后水蒸发，颜料就消失，那水彩画永远不会干，就水就会跑掉了，那水彩颜色就跑掉了。所以就你画出第一个就。没有错，其实记者讲得非常正确哦。你在涂颜料的时候，涂完了，你看这个颜料是跟水混合的嘛？好，所以比较混合那是混合物，对不对？混合了，然后我水彩干掉了，水跑掉了，我留下颜料在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被分离的嘛，它的物质被分离的，所以它是一个物理变化。那水就不会有化学变化。好，那我们举例，什么是化学变化？木头烧掉。生米煮熟饭是化学变化，生米煮成熟饭是化学变化，还有什么化学变化？还有什么是化学变化？我吃的东西变成大便，变成大便，物理变化是物理变化，化学变化？物理算化学变化？那是实体还原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如果是死水变化，活水变死水是什么叫活水变死水？它里面杂质，它是物理变化。你这样讲，它有些是化学变化，它有些是，比如说水里面有些镁的离子啊，或钙的离子，然后它用一些化学的，或其实现在活水变死水，是硬水。铁生锈算化学吗？是硬水，你讲是硬水，硬水里面通常还有镁。我讲的是羊水，是镁离子或钙离子。它经过一个滤水器，它把硬水变成软水。大小听不懂，对不对？水都是软的。但是我们讲硬水就指的说，譬如有时候你用那水龙头用久了，发现水龙头有一点点很像石头的东西卡在里面。那是结石啊。结石，对，那是结石。可是它是怎么结石？为什么会有结石？这结石如果你去看热水器里面，尤其是像我们跟我家里的用的热水器，有时候是加到水已经煮开了，久而久之里面会一层很像石头的东西在里面，没有？它就是镁跟钙的一个结晶啊，镁跟钙它结晶在那个热水器里面，镁跟钙结晶，那就叫硬水，这个水会造成你的器具的一个损坏，甚至是譬如像水管。讲久而久之，它因为它在里面有结石，有个镁跟钙在里面结石，久而久之水管就越来越小，水流量就变得不够，然后就爆开了。爆开应该是不会，水不会流动，它就不会爆开了。
可是越来越小的话，它原本的水量就那么大，越来越小的话，水压力就越来越大。水不压越大，水就越盖不了了。水的阻力啊？水不能吃吗？水，这个水可以喝啦。这种水经常喝呢，它有一代肾结石啊，有一代身体容易结石。结石啊，就比如什么肾结石啊、胆结石啊，也是会容易肾结石。赵总。然后这些结石呢，就造成不管是管线的危害，或者身体危害，或者身体不舒服就生病嘛，哈，所以这不好，所以不好，硬水就要把变成软水，那怎么处理？就是要把这些镁啊、钙离子取掉。那镁离子、钙离子在水里面怎么把它取出来？不知道。啊，它也会用离子交换树脂一个净水器，没有说净水器，或者用蒸馏的方式直接把水蒸馏出来，就是分离了。所以严格来讲，这不是化学变化，它只是用一些离子去把它捕捉下来。啊、哦，它是还是物理变化，啊、哦，它是把它捕捉下来，它算是个过滤啊，过滤的过程。那如果你有化学变化的方式的话，就加入另外一些化学物质，去把镁跟钙给反应掉，把镁跟钙给反应掉的话，这就是化学变化。好、哦，它可能变成一个盐类啊，什么这个，比如说氯化钙，或者是碳酸钙，会变什么钙，把它给沉淀下来，这有可能，这是化学变化。但是有这个有物理变化，有物理处理的方式，像离子交换树脂，它就是一种类似物理变化的模式，啊，好，所以化学变化这样子清楚吗？嗯，都打清楚吗？好，生锈算是化学吗？生锈是化学。你知道不？